观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一谈相处之道。在瞬息万变、价值观念混淆的社会，人心越来越茫然不安，尤其是在一个小的空间之内，譬如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，常常呢会因为彼此间的互动关系造成了相互间的争执、猜疑和嫉妒，影响了彼此的和谐。让我们恭请圣严师父为我们开示，在办公室内大家应该如何相处。我是没有在办公室里是办过工了，也可以说有过，但是没有这么大的经验了。不过呢，从佛法的立场，我们可以呀、体会到人与人之间呢，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、什么样的环境下，彼此相处的关系啊，应该是啊相通的，应该是相同的。不一定是办公室里边，就是在我们寺院里边，在一个大殿上啊，也是一样啊，相处会有一些问题的。一个大办公室或者是一个小办公室，总有啊好几个人在一起工作，或者有好几十个人在一起工作。那么这些工作的人员呢，总可能呢就是分工合作，你做你的部分，我做我的部分。但是呢，分工并不等于说互相不往来，而是分工之中啊，可能呢就有一些呢，你做多一点，我做少一些，如何的能够啊彼此协调的那么的呀、这个顺利呀、这个就是说要看，一个是要看制度，另外一个呢要看看我们彼此之间呢相处的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种态度啊、心态是怎么样。我常常讲啊，人跟人的比较心呢，如果说完全没有，那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常常跟人家比较的话呢，这个人也是很麻烦的。比较的时候就是说，人家做的多了，人家做的好了，心里边产生一种啊妒忌心。嘿，奇怪，我们大家都没有这么做的那么多，做的那么好，你凭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做的这么好？这是一种啊计较心，而产生了一什么妒忌心，而且呢还要在旁边说风凉话，还给人家讲，在背后讲，这是人家听到了舒服吗？另外呢，自己做多了一部分，自己做多了一些的，就非常的呀不服气。说这些人哦，那一些人哦，他们也吃那么多的饭，也拿那么多的钱，他为什么做的这么少？我们做了那么多，自己做多了自己不甘愿，啊，老是计较人家做的少，做的多。事实上，不要说一个办公室，在一个家庭里边一样如此的，一个家庭里边的兄弟姐妹之间呢，有的兄弟非常的乖巧，有的兄弟姐妹啊不乖，而且呢，他专门呢，不但是不乖，而还捣蛋呢，不但不为家里边来分劳分忧啊，而且还来调皮捣蛋。但是兄弟姐妹之间怎么样？要不要计较一下？事实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在任何环境里边，都有一些人呢是特别能力强的，有一些人呢就是能力差的，有一些人呢有能力有头脑，就是呢舍不得用，不愿意付出，就是看到你嘿嘿嘿嘿，你们去做，你们去做，而自己呢，你们做错了，他在那边冷笑一下，还要说几句风凉话。我嘿，你看一看，你自己活该呀，谁叫你去做的嘛？你不会做，你做成这个样子啊。那么这种人呢，常常啊眼睛高
手低，他自己不做，专门叫人家做了以后呢，还要批评人。像这种人，在我们的环境里蛮多的。还有一些很喜欢拍马屁的人，老板呢眼睛呢，只是看到啊，那一些专门在老板的面前转过来转过去，说一些漂亮的话、好听的话、奉承的话、恭维的话，做一些表面上的工作，老板呢听看到，哎，这个人这么忠心，哎，这个人这么好，老板多半的眼睛呢有一点盲点，就是不能够看得那么清楚。你是很乖很好很努力，因为你没在老板面前做得好，而你做的工作呢，结果让老板呢，不是让另外一个乖巧的或者是阴险的，他把你的工作啊变成他的工作，他在报的时候告诉人家的时候，那个工作是他做的。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怎么办？我们呢站在一个佛教的立场，站在一个因果的立场来说呢，我们不是啊为了一定是为了老板知道不知道，我们呢不一定要人家说好与不好，我们呢忠心的耿耿的呀来把事情做好。把事情做好也许就是为老板赚的钱，但是呢老板赚钱的同时，我们呢也为整个的团体整个的社会呢也做了一些贡献了，这也就够了。所以是事情做好，人也要做好。有的人呢事情做好人做不好，有的人呢人做不好事情也做不好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事情做好，人也能做好。至于说人家看到你看不到你没有关系，我们应该呢要对同事的相处，我们自己呢尽力而为，尽心而为啊，我们不跟人家计较，要为他设想，而为公司设想，为老板设想，我们就忠心忠诚努力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至于他人如何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这样子的话至少把人做好了。阿弥陀佛。